City. While road construction is in progress on Garfield Boulevard, southbound drivers will have to take a 空格 at 55th Street. 这句子的意思，我们看一下画面上的单字解释。当道路施工在 Garfield 大道上进行的时候，南向的驾驶人将必须要在55街的地方做什么事？选项有 Gap, Change, Break, Detour。 我们看一下这四个字的意思，分别是，我们从 A 看起， Gap 是一个缺口，那人家 Garfield 大道上在施工，我们在55街的地方要缺口，这个语义不通，不考虑。那 B, Change, 我们在55街的地方要改变，改变什么呢？再来就是我们要考虑空格前方的两个字 take a， 在英文并没有 take a change 这样子的片语，所以 B 也错误。那 C break 我们放到这个空格里头，跟前面的 take a 的确可以形成一个片语叫 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吧。但是语义上也是 Garfield 大道上在施工，那为什么南向驾驶人要在55街的地方休息一下呢？所以我们的答案就会是 D, detour, 叫做绕个道。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 D, 整个句子就是 While road construction is in progress on Garfield Boulevard, southbound drivers will have to take a detour at 55th Street. Take a detour 就是要绕道，表示在 Garfield 大道那里已经不能走了，我们应该在55街的地方就先提前绕道而行。第二题，The majority of Lyon and Healy employees can go to the office either in carpools or by public transportation. Yeah,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单词的意思。Lyon and Healy 这间公司的员工中，大多数都是空格到办公室的方法呢，要么是以拼车的方式 in carpools。拼车指的就是多人共乘一台汽车，要不然就是呢透过大众运输的方式到办公室去。咦，那我们看选项有 enter, approach, open, commute。 诶，我们看这四个字的意思，我们可能会想要放到格子里头的会不会像 A enter 进入到办公室呢？ B approach 接近靠近办公室， C 当然不可能，你不会打开办公室，而 D 通勤去办公室。这题的关键我们来看到，就是题目里头被圈起来的这个 to， 在空格后面是有一个 to 的，那这个时候 A、B 跟 C 都没有办法选，因为我们来看画面上他们是及物动词，也就是说后面请你直接加上一个名词，像 A enter， 如果你要进到一个房间 enter a room， 那 B 我们要靠近那只狗狗 approach the dog， C 打开假设一个盒子 open a box， 后面是不会有 to 的，应该要直接加一个名词才行哦。所以我们来看到答案就会是 Dcommute， 而整个句子就是 The majority of Lyon and Healy employees commute to the office either in carpools or by public transportation. Commute 后头就要一个 to， 因为它就是不及物的动词，如果你要加名词的话必须先有一个搭配固定搭配的介系词，所以 commute to 某个地方就是通勤前往那个地方，所以这里是 commute to the office， 通勤前往办公室。第三题， It makes good business 空格 to charge lower prices for bulk sales. 我们要来看一下单字的意思。对于批发的部分所要较低的价格，也就是说人家跟你一次买很大的量，那么你就算它比较便宜的意思了。这样的行为呢是 makes good business 空格，制造出好的商业什么呢？我们看到选项有 consultation, sense, reason, deal， 这四个字的意思分别是画面上的这样。那我们从 A consultation 放到格子里，会创造好的商业咨询，人家买多你就算它便宜，会是创造好的商业咨询，好像语义不顺。那么 B makes good business sense，
就是说我们这边会看到一个片语叫 make sense， 这是一个超级常用的片语，就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举个例来说，It doesn't make sense to exercise for an hour and then eat a large piece of chocolate cake。对于一个要减肥的人来说，上述例句的状况就是没有意义的。运动一小时之后吃一大片巧克力蛋糕 ，It doesn't make sense， 那就让你的运动努力都白费了嘛。好，所以 make sense 在这里其实就是正确的答案。It makes good business sense， 也就是说这在商业上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家跟你买很多，你一次可以销售掉很大的量，那么就算人家比较便宜嘛。那么 C 呢，如果放到格子里， It makes good business reason， 意思上好像听起来勉强可以，可惜的是英文并没有 make good reason 这样子的说法，制造好的理由，没有，没有这样的说。而 D， 请小心， It makes good business deal， 可能很多同学会想到说make a deal 是不是就叫做达成交易？好，那哦，人家跟你买大量，你就算他便宜，这样可以达成商业上的交易哦。但是请注意 ，make a deal， 这时候 deal 它是可数名词，对吗？可数名词在一个句子里头想要使用，就一定要有写出数量来才行。所以你必须要说 make a deal， 制造出一笔交易来，或者是 make deals， 这个 deal 一定要有数量显示出来才行，所以放在这个格子里头的话，那你这样完全没有数量显示，这个是不行的，在文法上是完全不通的。所以我们来看答案，就会是 B， 整个句子是 It makes good business sense to charge lower prices for bulk sales， 在人家买大量的时候，就算它比较便宜，这个在商业上是十分有道理的。